天气还不错，吹北风。哎呀，万能鹅啊！今天多了这个鹅。多处路段都在修理。看起来没什么人的。Hello， 我是五百啊，待会下去第七只这边钓，第六只太多人了，所以到第七只来钓。OK。黄钩长标皮啊，千佑一号钩，金钩。饵料，一包钓友让我测试的，另一包我自己的。不动，我的天！这个很常见，这么新鲜。
哇，哇塞！太多了吧！哦，我记不太搞过了。哦哦哦！有命哟，有大哟！后悔了，后悔了。哟，哇哩，阿弟嘞，你小贵重嘞。
什么鱼游过来？还有嘞，
过。哇！哦呦！哇！半小时，北方的浪很大，浪超级大的，还是很爱钓啊。后面我就不知道会不会怎么咬了，下次有机会再来钓满退吧。今天钓的水就是进水差不多七分到满差不多而已。OK， 大概钓两个小时左右了。啊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